弟兄姐妹，愿主的恩惠和平安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主。我们现在一起敬拜主，而且领受他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华人除了有这个反映气候的24个节气，比如说立春啊、立夏、立秋啊、立冬啊等等，而且呢，还有什么被认为是从先秦。秦朝先秦就有的怎么样呢？12个生肖，对不对？什么呢？鼠、牛、虎、兔、龙、蛇、马、羊啊，猴、鸡、犬、猪，他们配合了这个什么呢？子丑寅卯，神巳午未，辛酉戌亥，来做什么呢？做纪年和祭祀的一个作用，有的时候呢，也把它作为一种吉祥物啊来使用。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看，不管12个生肖什么，人总是把它跟什么发财、平安或者是快乐连在一起的。这当然是人的愿望，哪个人希望倒霉？啊，希望贫穷，希望疾病死亡，不会，但到事实又如何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了。那么今年呢，正好是怎么样？12生肖的第一位就是鼠年，鼠年，而明年呢，2021年呢，就是牛年，牛年。我想今年非但是庚子年，是鼠年，大家都有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好的希望。我记得新年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很多宣传广告。我刚刚讲的怎么样，人老是把生肖跟这个发财致富，鼠年说金鼠啊、瑞鼠啊，都是跟钱财连在一起的。那么我在新年还没有到的时候，我就讲过一个题目，但是明年呢又是牛年，所以我就想我们这个月只剩下3个安息日，我做一个系列，这次呢讲鼠跟牛，下次呢从善恶之争这个角度来看怎么样，龙蛇跟羊这个斗争，最后呢一个安息日这个月，我就讲鸡跟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基督徒，尤其给辅灵信徒，给教会有什么提醒。那么今天我就从老鼠讲起，好不好？我们知道一讲起老鼠呢，没有什么人喜欢的，对不对？家里啊，弄个老鼠夹子啊，等等，要抓老鼠，或者养个猫啊，来吃老鼠。我也知道有些女士一看见老鼠就吓得魂不附体的都有。但不管怎么样，在我们这个历史当中，有3次让人真是非常遗憾、非常痛心。而且印象深刻的就是鼠疫啊，发生过3次。第一次是在公元第4世纪到第6世纪，差不多就是在西罗马的结束以后的前后的时间。那个时候有统计就是死了上千万人以上。第二次呢是到了差不多是东罗马的最后了，14到16世纪。啊，那是因为在查士丁尼做王的时候，所以有人说这是查士丁尼的这个鼠疫疫症。那次差不多欧洲死了1/3的人，几千万人。比较最近的一次呢，是19世纪的这个结束的时候，那次也是很可怕。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在全世界100多国家爆发，啊，死了多少人，又感染了几百上千万的人，
在这样的情况下，哎呀，如果比起鼠疫来，甚至还不算是最厉害的，但是要隔离已经使得我们很辛苦了。但来到鼠疫的时候，怎么把房门把这个全部要封起来，真是很可怕，对不对？很可怕。我在欧洲的时候就看见，哎，这街心怎么有一个像个纪念坛这样的？后来走近一看，原来都是纪念那些在鼠疫当中丧生的自己的同胞。有的时候不是一家人、一条街、整个城市全部死于鼠疫，所以求主怜悯。那么我讲鼠年呢，我不讲这些，大家已经最近看这种消息啊，负面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我想从圣经里面，圣经提到老鼠不多，仓鼠啊或者等等不多，就几次而已，对吧？不过我想提一个，鼠年的时候我们要三要，三不要。怎么呢？你从中国很多的成语，大家可以想到什么成语吗？啊，当我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首先就想到什么？第一个，不要鼠目寸光，要怎么样？要坚守我们的盼望，这是第一个。不要鼠目寸光，要坚守我们的指望，坚守我们的指望。我们这个圣经是很熟的，这个我们已经以前也读过了。我们看看这个，我想有人说黄牧师你怎么讲这个？第一，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人地区，华人教会提倡什么？我们带点民族化，这也确实的。我如果在国外听有些人讲有些故事啊、典故，我真的，我们作为华人不大懂，是吧？我们贴近一些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我觉得我们读圣经也好，讲解圣经啊，有很多方面可以。如果圣灵光照我们，我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帮助。先看这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啊，第一章这里面讲怎么样？这里说第一章啊，我们看第一章第11节开始，好不好？11节。我们看一看啊，《哥罗西书》对不起，第三章啊，讲错了，第三章16、17节，这里面说，《哥罗西书》第三章16、17节，这里说，当用各样的智慧，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记住诗歌也可以，记住很多的典故也可以，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是吧？这里说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记住他感谢父上帝。我想今天我们既从中国人熟悉的这生肖，又从圣经的教训来彼此的能够勉励，尤其在这个十二生肖的第一年，我说了，在这一年没有来到的时候，大家都指望着很好啊，能够平安，能够富裕，能够健康，但我不用讲了，对不对？2020年一开始，1月、2月、3月、4月、5月。一直到现在，真的全世界没有太平过，全世界都搞乱了。无论从社会的治安，从身体的健康，从经济的等等，全部乱了。人愿望好，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来到了世界的末了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能够怎么样，心想事成
啊，万事如意，照着我们的想法。不，那么但我们不讲这些，这些大家已经看够了，受够了。我们要讲是属灵的教训，就说鼠年，我想第一我们要三要三不要。第一个不要，不要鼠目寸光。大家知道啊，十二生肖是跟这个子丑寅卯等等是连在一起，就在午夜。为什么呢？老鼠喜欢亮还是喜欢暗啊？当然喜欢暗了、啊，对不对？但这里呢，暗的时候我们就看不清楚什么。但是我们做基督徒，一定要怎么样？要坚守我们的指望，尤其是有圣经，尤其预言的亮光在照亮我们，好吧？那么怎么讲呢？彼得前书啊，我们丰丰富富把基督的道理藏在心里，好不好？哎，接着各种，对不对？我们第一个系列是讲你我作为基督徒跟怎么样基督有没有生命的联系，生命的联系，对吧？我们从矿物，从植物，从动物，一直从人跟基督的一种比喻讲起，我们跟基督一定要有生命的联系。我们上一个系列呢又讲到好像讲数学算术加减乘除，基督徒的眼光应当跟世界人不一样，我们要加的不是世界人要加的、啊、世界人要减的不是我们要减的等等。而这个系列呢也是我们比较贴近容易懂的，对不对啊？老鼠，我们先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三节读起。这圣经我们常常已经读过的，这里说上帝的神能已经把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已经赐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呢他已经把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怎么赐了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为这个缘故，老使徒彼得就劝我们说，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就是我们要分外的殷勤。下面大家都说，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好了，这里很有意思，他说怎么样，你们我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止于闲懒不结果子。注意下面，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怎么样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如果有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我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怎么样鼠目寸光？怎么样？一方面在黑暗的当中，那又不愿意接受光，而老鼠最喜欢在黑夜，结果怎么样？看得鼠目寸光，这是一句很通俗的一句中国的成语，我很喜欢中国成语啊。这成语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意思，对我们基督讲很多属灵的教训，我们应当怎么样？应当要坚守我们的指望。圣经怎么样讲呢？对不对？我想先举几个例子，好吧？有一次，这个以色列跟亚兰，亚兰要比以色列国家要大得多，而且呢，亚兰也常常是侵犯以色列的。但是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
哎，这个亚兰王在房间里面讲的话，我明天要到哪里，要怎么打他？哎，上帝都告诉了伊丽莎，所以一次两次，亚兰王总归像什么，怎么有什么间谍啊？啊，怎么情报这么厉害啊？我在房间里面讲的，他都已经晓得了。后来他就叫手下说：“你打听一下。”这个手下说：“原来他们那里有个先知。”伊丽莎把你房间里面讲的话都传告给了以色列的王了。好，亚兰王就说：“好，这样你跟我打听伊丽莎在哪里？”他们说在多丹。好，亚兰王就派了很多的车马，很多的军兵要去包围他，要去抓他。伊丽莎那个时候有一个仆人，一早起来说：“我主啊，不好了，不好了！”他说：“我们给包围了，我们给包围了。”伊丽莎说：“不要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他就为他的仆人祷告说：“上帝啊，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能看见。”结果伊丽莎的仆人一看呐，原来有天上的火车火马都怎么样护卫着。他的仆人伊丽莎，哎，这故事很有意思的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看这个，怎么样呢？《列王纪下》第六章很有意思的，第8到17节都有。那么我还看了多了一点，结果呢，这个亚兰的军队来了，伊丽莎又祷告：“上帝啊！”求你遮住他们，也蒙蔽他们眼睛。结果他们兜兜转，找不到伊丽莎。伊丽莎就对他们说：“来来来，哇，我来带你们。”结果把亚兰的军队带到什么？带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一带进去，把门当就关掉了。伊丽莎又祷告。上帝啊，求你开他们的眼睛！他们一看，不好了，不好了！我们怎么被带到啊敌人的首都被包围了呢？这时候，以色列的王就问伊丽莎说：“我父啊，我能不能杀这些人？因为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下了，瓮中之鳖了。”伊丽莎说：“你就是俘虏来的人，你也不杀他，何况这些不是你。”是上帝把他带来的，不能杀他们，非但不能杀他们，摆宴席招待他们，让他们有吃有喝，然后放他们回去。圣经很有意思啊，圣经讲这些亚兰的军兵啊，说好了回到国王面前，就把他们的事实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了。圣经讲亚兰以后就不侵犯以色列了，这里面有很多教训。但我今天。要讲的是怎么样？鼠目寸光，对不对？要连的伊丽莎的仆人有一度，哦，不好了。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看到？哎呀，周围的环境不好。哎呀，我周围有很多人捉弄我，有很多不利的情况等等。没有看到什么？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世界同在的更多，甚至更大，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例子大家有机会看看，列王下，好吧？第6章，我再讲一个，这个是旧约，讲个新约的。新约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次有个人想，好啊，哎，耶稣在我们当中，他就到耶稣面前，耶稣啊，请你帮我跟我的兄弟分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讲出的话，我的兄弟大概不敢违背了。耶稣就说：“你这个人啊，谁立我做你们的断事的官呢？”他说：“人应当怎么样，免去一切的贪心啊，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讲完了这个教训以后，他就讲一个无知的财主。
圣经就四个福音，但也写五个财主，这是其中一个财主，被称为圣经称为无知的财主，无知的财主，怎么样呢？这财主啊，很多财产，到了收成的时候，他说不行不行，我的家里放不下这么多这个收成。他说不要紧，我把它拆了，造个更大的。造好了以后呢，哇，把我所有的财物、所有的农作收成都放在里面，然后对我的灵魂一直对他自己自言自语说：“好了，你现在安安定定吧，啊，好好的吃喝玩乐吧。”耶稣就讲了一句话：“无知的财主啊，上帝如果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就要你的生命，你所积蓄的一切还归谁呢？”所以耶稣就一再的劝勉人，他说：“人如果为自己积财，但在上帝面前不富足的话，也就像这无知的财主，什么眼光很短浅。哎呀，我东西多了，我怎么样买大房子等等等等等等，想不到我们生命有多久，有多久，对不对？这两个比，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教训对我们基督徒。那么我想讲一个正面的，好不好？就是摩西了，等等，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是信心的英雄的诗篇，对不对？其中记载的摩西，我想只读两节好了啊。摩西因着信啊，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将来可以做埃及王。埃及是当时世界第一个大国，不，他因着信不愿意这样，他宁可上帝的百姓同受苦难，却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所有的财宝更加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基督徒在这个世界生活，尤其福音信徒要注意，到末后的时候，很多有的时候处在一个黑暗的环境，怎么样，我们的眼光就非常的短浅。如果没有生命的光，基督，如果没有圣经的光，光照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我们会鼠目寸光。哦，看见很害怕，看见这世界很强大，看见我们很渺小。或者呢，很满意于自己，哎呀，我现在很好了，很多了，只见什么？只见现在，不见将来，只见物质，不见灵性，只见自己，不见其他的人，这是千万注意。但是摩西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你说有谁能够像摩西那样文武双全啊？如果他要这个，他可以将来继承作为君王，但他都不要，他都不要，因为他要盼望他将来要得到的上帝给他的赏赐，宁可现在与上帝百姓同受苦难无所谓，比埃及所有的财宝都更宝贵。我想鼠目寸光很危险，对吧？那么我们要什么呢？我们坚守我们的指望。我想同样的希伯来书大家已经翻到了，我们看十三节好不好？十三节这里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你要读第一节，读起了，读到十二节，这里包括什么？包括挪亚，包括亚伯拉罕，包括以撒、雅各等等，都是怎么样？
凭着信心死的，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不过他们就远视望见，就欢喜迎接，因为他们认识到自己这是世上的寄居的一客旅。十一章最后两节也很好，这些人又是这些人，都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因为上帝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情，叫他们如果不与我们同的，就不能完美。又是这些人，包括什么？你如果前面读读圣经，就是什么？从十三节后面读的，而有很多了，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等等，包括很多的先知，甚至以赛亚等都在。所以，我们坚守我们的指望，而不要鼠目寸光，这是非常的重要。彼得前书啊，第一章我们再看。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很有经验，他就提到了当时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第九节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耶稣，因为彼得写书信的时候，耶稣早已怎么样被钉、复活，已经升天了。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然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多好，盼望，盼望！不认识旧约的人，不认识新约的，对不对？不认识我们今天，我们从肉眼我们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们因信，那正像这些人因信从远处望见，就有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这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希伯来书啊，给了我们许许多多宝贵的教训。好了，鼠年三要，三不要，第一要记得吧，不要鼠目寸光，应当要坚守我们的指望，好不好？好，第二，真的关于老鼠的这个成语也不很多的。我苦想苦想，后来我又查了一下，还有个成语呢，不要让鼠窃狗盗啊，而是要灵命日增。什么意思呢？大家都知道老鼠什么时候来偷吃东西的，都是晚上，对不对？灯一开它就跑掉了，所以怎么样呢？要注意不要让鼠窃狗盗，狗我们现在不讲啊，我们讲老鼠，不要让它来偷窃。偷窃什么呢？撒旦有的时候是借着这样借着那样，可以偷窃我们的健康，偷窃我们肉体的生命还不算，更加要偷窃我们属灵的生命，这才是更重要的。但耶稣怎么讲呢？我来了是要叫人的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他说盗贼来无非是为偷窃、毁坏和杀害，就是为这个。撒旦可以借助很多种方法，对不对？来盗窃我们的品格，盗窃我们的健康，盗窃我们的家人，盗窃我们的种种，但最严重就是盗窃我们怎么样属灵的冠冕、永生的指望。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应当要像耶稣这讲，我来叫人的生命而且得的更加的丰盛。好了，我想也举几个例子，都圣经的例子，举世界例子你可以举一反三啊。读到圣经你就可以想到今天是要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也是这样，就发生在我们周围的，甚至发生在教会的，会不会这样？我们要思考。愿上帝的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啊！不要想哎，这个是几千年前，不要想这个跟我什么。其实我们从哪个角度都可以领受很多属灵的教训。讲个巴兰好不好？巴兰，大家有机会啊！我刚刚又看了一下《民数记》22章到25章。
当时以色列出埃及，来到摩亚的边境了。摩亚王一听不好，哎呀，过去一路来，他们又过红海啊，埃及的军兵都淹没在河里面，又啊打了多少胜仗等等。他想我摩亚打不过，因为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哇，至少壮丁有60万呢。摩亚王就想巴勒就什么不好不好，赶快去什么去找巴兰，巴兰是个先知啊，他找到巴兰怎么样？要去咒诅以色列民，所以他开始叫了个官员，带了一些这个礼金啊，就像今天你的算命啊，什么都要付点钱去他。那么巴兰就说，啊，巴兰就对这个巴勒的使臣说，好了，你留在这里过夜，上帝对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当天晚上，上帝对他说，这些人哪来的？他说从摩亚来，来做什么？他就问这个那个，上帝说，你不可以去。好了，第二天巴兰就说，啊，对不起了，啊，这个佣金我也不能收了，因为上帝说我不能跟你去。好了，这使臣回去以后就跟摩亚王巴勒讲，哎呀，他不肯跟我们来啊。那摩亚王想，可能我派去的官员太小，这个级别太低，带去的礼物太少，所以他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派了个高官再到巴勒面前去。这故事大家读一读，好吧？在民数记22章到25章很详细的。结果去了以后，巴兰一看，哇，金银财宝闪闪发光，但是他想，不行不行，是吧？耶和华是上帝，他又对巴勒说了，你留下留下，照理你还要留下吗？不用了，因为上帝第一次跟他们讲，对不对？你不能咒诅以色列民，以色列民是我所蒙福的一个蒙召的一个民，他照你这个是跟非、黑跟白已经很清楚了，但他见钱眼开，叫他们还留下。结果他说：“让我再去问问上帝，上帝怎么讲我就怎么讲。”哎，这次你说怎么样？这里面有很深的教训在里面。当我们对是非、黑白很清楚的时候，我们还要试探上帝，还要求问上帝。这是耶和华上帝说：“你去吧，你跟他去好了。”哎呀，开始巴兰心开心了。你看，上帝允许我去了，允许我去了。谁知道走到半路怎么样？这个路越走越窄啊，越走越窄。为什么呢？他骑的驴子啊，看见有个天使拿着刀站在前面，所以这驴子就避着避东避西，避到后来越走越窄，把巴勒的脚都挤伤了。巴勒说：“我恨不得用刀杀掉你，几次了。”后来上帝让他眼睛开开，他看见上帝天使是在挡路，是吧？在这个窄路上，天使还说：“如果不是这个驴，你早就死于非命。”因为这个驴后来走不过了，是跪在这个巴兰的这个前面了，巴兰才看见了天使。好了，这故事大家去读一读，很有趣，很有趣。第二次、第三次，结果他讲出的话都是上帝圣灵控制了，不是咒诅，都是祝福的话，甚至有预言耶稣的这个都在里面。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意思什么呢？我们不要让魔鬼撒旦，接着摩亚王也好，接着今天世界的什么人也好，暗暗的偷窃我们的灵命。我明明知道是跟非，上帝的诫命什么，上帝喜欢什么，上帝不喜欢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还要试探上帝什么，为什么我提这例子？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亲这个就重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恨那个。你们不能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如果你看到犹大书，一句话总结了巴兰，巴兰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了，
直奔的，拉都拉不住啊。他甚至想杀了这个驴子，不让他朝前走，就去满足他的私欲，很可怕。今天说财迷心窍，很多人见钱眼开，连的巴兰这个先知都是怎么样，都在巨大的物质的试探引诱面前走他打错，为利往错谬的道上直奔。后来他几次都不成功，哇，后来圣经讲他怎么样，又玩诡计了，叫以色列人跟这些外邦的女子行淫乱，结果遭到上帝的管教跟上帝的愤怒。这大家去看看好吧。哎呀，你说这旧约例子，旧约其实有很多事物对我们今天有帮助的。那么举个新约例子嘛，犹大，大家都知道犹大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一个，尽管不是耶稣像呼召马太啊、呼召彼得、安德烈这样呼召他们来，是他自己来的。一般说，夫子啊，我也跟随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我人之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意思你好好考虑，你跟着我不要为利，为什么啊？做传道发财是没有的，上帝会给他另外的付诸。但是你如果跟从耶稣，就想世界升官发财，就像啊越来越窄，没有。耶稣去丢出这话，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但他来到耶稣面，耶稣不会把他推出去。结果这故事大家更熟了，犹大就成为一个今天叛徒的一个代号。他为了怎么样，出卖自己的夫子，还不是单单为三十两银子，他这是激将法。他想一个财主，一个青年官来到你面前，哎呀，你耶稣不好好的留住他，哇，如果留住他我们才发达了。因为犹大是今天讲的是知识分子，有点才干的，是管钱的，但是他的师弟或者师兄约翰应当是，对不对？就说他常常偷取钱囊里面的钱，约翰福音有讲，就约翰讲，这还不算，对不对？他出卖耶稣三十两银子，不过是一个人一年的工资而已，还不算呢。他想接下法，哇，你平时不愿意做王，你这些有钱的人，你又不留住他，今天我逼着你把你出卖，你说不定就要叫天使来打了啊，说不定就要。他用迹象法，正像《红楼梦》讲，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故事我不需要多讲。最后，他把这三十两银子丢回给大祭，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有罪了。”大祭说：“你拿你那点钱去吧，我才不管你。”他不是真正的悔改，他是看到他的小聪明破产了，将来他完全知道耶稣一生行了多少善事。他知道耶稣的神能，他想到将来的最后的结局。悔改是为罪的本身而懊悔而难过，不是为罪的结果。为罪的结果，这不是真的悔改，对不对？犹大又是这样，巴兰是这样，旧约时期的巴兰，一个先知也可以堕落，一个使徒曾经也可以堕落，这给今天我们一个太重要的教训。我不愿意讲，对不对？在全世界的大的教会里面，对不对？怎么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在美国很大的啊，水晶宫大教堂 Crystal Cathedral 5600万说破产了，5600万美金卖给天主教，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教会，韩国的中央教会啊，据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人多，另外这个创始人赵永基是吧，已经年龄很大，他还坐牢，也是为了钱财。我们教会我就不提了，对不对？有些也是为了钱财跑掉了，又为了钱财如何如何如何了。弟兄姐妹，
我提这些是有道理的。今年鼠年，既叫我们不要鼠目寸光，我们坚守我们的指望，更加不要让我们的鼠灵的生命给老鼠暗暗的偷吃了，一点点一点点偷吃了。相反，我们必须要靠着主耶稣，我们的生命能够渐渐的增长，不断的增长。那么我想要提一个正面的，正像刚刚摩西是个正面，提一个马可，好吧？马可是一个富家子弟，是吧？他的母亲应当是一个很有钱的寡妇，在耶路撒冷有大的楼房，可以五旬节可以招待几百个人来聚集的，来祷告的一个地方。他开始想，哎，跟保罗蛮好，跑跑码头。渐渐风光啊，试试世面很好啊，但他越走越走怎么样？不行，越走越难，越走越危险。他后来就对保罗说：“拜拜，我要回去了，对不对？我家里我思家心切。”为了这个缘故，后来保罗跟巴拿巴怎么样？因为巴拿巴是马可的可能表兄，是亲戚。巴拿巴说：“原谅他一次呢，他年轻啊，不知道。”保罗说：“不要的，对不对？这样的人影响圣公，这样的人反而是败坏这个人的信心。”结果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了。保罗带着希拉，巴拿巴啊带着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我们真的要知道，对不对？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救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品格。啊，我一再讲怀圣的最大的神迹就是品格的改变。四个福音，旧马可福音记载，当耶稣在克西马尼被黑手所抓的时候，这个黑手也抓住一个少年人，少年叫什么？没有提名字，但旧马可福音提，而且呢，他就放下了他一件很贵重的细麻衣的，很贵重。在今天讲就高档的解经家认为，这就是马可，因为只有他记载，而且符合他的家境是富裕的，而且也符合他的个性。到后来，咱们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开小差了。马可一而再的，我们不是讲过吗？江山好打，本性难移。一个人的习性就是这样，对不对？容易时常一不小心就暴露。如果没有靠着主的恩典和主的能力，我们胜不过我们自己的软弱、亏欠和败坏。但感谢主，保罗在殉道之前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他说：“你来的时候可以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马可改变了，哈利路亚！反败为胜的马可，今天很多青年也是这样。啊，开始有股热心，开始有股啊献身的心，但是后来遇到困难、遇到挫折、遇到危险，就退落了，被淘汰了。但是不要灰心，在前的固然是在后，但在后还是可以在前的。马可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最后，按照传记讲，马可成为彼得的书记。甚至彼得称他当他的儿子那样啊，而且历史也告诉我，马可最后是为主殉道的一个富家子弟，改变了，改变了，他认识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至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鼠年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谨防什么是暗暗的偷吃我们生命的东西。我刚刚举的有圣经的例子，有现代的例子等等，但求主帮助我们，好吧？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大家有没有记得？我想想着想，关于这个跟老鼠有这个成语的什么“抱头鼠窜”，对不对？哎呀，不得了，这也是我们很容易看，灯一开，老鼠就跑掉了。抱头鼠窜，我们不要抱头鼠窜，而要什么？保住这个头，
让老鼠跑啊，我是这样来发挥，这都有圣经依据的啊。那么先讲这个，讲正面的好不好？讲西西家王，有一次这个西达基的亚述的啊首领包围耶路撒冷，以色列根本跟亚述是不能比的，这个力量迅速很大的，啊，而西纳基列就到城门下啊挑战，非但挑战西西家，挑战耶和华上帝，而且这史官啊这些大臣说，你不要来，你讲的话犹太都听教不好了，你讲这我们听得懂的啊，亚兰话就好。不，他说不是单单对你们讲，也对所有人讲的啊，就你们的百姓不要听西西家说怎么依靠上帝，依靠耶和华。结果西西家受到这个挑战性，就把信摊开在上帝面前，披麻蒙灰祷告。这故事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37-8章，都记载很详细的，对不对？怎么样？上帝说不要怕，不要怕，他怎么来，我叫他怎么回去。而且他绝对不能来到耶路撒冷面前拿出他的盾牌来胜去。这故事我们在学科之后曾经提过一点，这里面就怎么样呢？到这里我们看见西西家看见西达基人的大军就下了，抱头鼠窜呢，还是我们保住这个头？我们的头是谁啊？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是我们怎么样？我们只是身体，是肢体，耶稣是头，我们保住这个头，让撒旦以及他的军兵都抱头鼠窜，而我们不要在撒旦的掳掳下面，我们反而下来啊，这是很不好。大家也知道旧约里面还有怎么样啊，派12个探子等等，这故事我想大家熟的，我不就不提了，好不好？第二呢，有的时候你想，我又不是打仗，我又不是君王，我不过，但是有的时候有些恶势力也会包围你，看你怎么样。我就提见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他怎么样？他在世界上他把福分平安生命都带给多少多少人，但也有些人怎么样，对他很恼火，很嫉妒他，因为利用不到他就怎么样，一方面骄傲，耶稣你拉比学校没读过，你生在马槽，你讲他很多很多东西，骄傲，我们是法利赛人，我们是啊罗马后面做我们撑腰的，骄傲就生嫉妒，嫉妒就生仇恨，仇恨就会凶杀。有一次怎么样，法利赛人就抓了一个犯奸淫的妇女来到耶稣面前，他说啊，这个人如何如何，照摩西律法说他应当打死，那你们既知道你们怎么不做，不，他想利用这个一箭双雕，既要打死这个犯罪的妇人，要害耶稣，因为耶稣说不打死，那么那耶稣你违背我们的先祖摩西，如果打死你就抢夺了罗马的生杀之权，因为当时犹大是被罗马统治，根本没有司法权利的，没有生杀之权的。耶稣怎么样？其实正像巴兰一样，黑啊白啊是啊非啊，你们都是已经知道你们不做呢，他们有一种险恶的用心在这里。今天世界你读历史这很多的，对不对？哪怕现实当中说不定也还一样会发生的，他们就催逼耶稣，耶稣圣经讲他不听，不是不听，听是听见，他就弯着腰在地上写字写字，他越逼越信。耶稣后来就抬起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他们眼睛一看，一算地上写的字，哎呀不好了，我们在黑夜当中所做的事情，暗中所做的等等，都是怎么样，都是耶稣都知道了，
所以圣经记载，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溜走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第二个，我们不要在世界的种种威胁面前，我们不敢站立，不敢坚持真理，不敢说真话，啊，相反要逃走，相反我们要抱住主耶稣基督这位我们的元首，而且圣经里面讲，把救恩得救的盼望当作我们的头盔，保住我们的头，让撒旦逃跑，好吧？我简单的讲一讲，好了。老鼠我就讲这些，三个，三要三不要，好吧？不要鼠目寸光，不要啊让鼠窃狗盗，损害我们的生命，不要怎么抱头鼠窜。相反，我们要坚持我们盼望，相反，我们要增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相反，我们要使撒旦在我们面前逃跑，有信心抵挡他。雅各就这样讲。好了，还有个牛，因为明年就是牛年了。那么我只讲讲两点，很简单的，好吧？牛我都愿，牛主要是两个功能，对不对？大家如果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0章28节，耶稣说怎么样？我把平安给你们，对不对？你们要当负我的额，学我的样式，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么使徒行传第10章38节。也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保罗有一次怎么样啊？召集了以弗所的长老等等。那么有一个先知就说：“哎呀，上帝启示我啊，将来你到耶路撒冷很危险。”保罗就说：“怎么样？我不以自己性命为念，我只等我行完了上帝路程，成就了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等等。”这个《使徒行》路加。这个《使徒行传》20章，《使徒行传》第10章等等都可以看到这里。那么我只提两点：作为牛，一个就是什么负额犁田，对吧？带着额，额是什么？一个大牛带着个小牛，带着额在田里面耕田。牛一个作用主要就是这样。当然，鲁迅讲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啊，第二呢，牛是献祭。你如果啊读这个圣经，那太多了啊，太多了。这个利未记第1章第4章，不论是献燔祭或者献赎罪祭，都是要用公牛等等。牛就是这两个作用，牛这两个作用。保罗呢？保罗人生这个我们要读一读，好吧？加拉太书第2章第20节。加拉太书第2章20节，这里怎么讲？保罗最后说，保罗这里讲，对不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命。他爱我，为我舍命。感谢主啊！这个保罗有这样，在第6章14节，也是加拉太书第6章14节，这里面怎么讲？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其上，对不对？太好了，太好了。那么最后我只愿意讲这个，我在大概20岁的时候，我看见怀斯姆的服务真权 Ministry of Healing 有一个插图，就是画这个牛，前面一个是犁头，一个是祭坛啊，祭坛。当时我非常感动，我就写了一首短的诗：我愿像一头牛，负上额，背着犁头，默默在田间走，为主为人，美瑞可留。我愿像一头牛，被牵着，拴住了口，安详往祭坛走，为主为人，美瑞可留。牛只有这两个功能，
啊，耶稣基督就这样，大家一定记得马太福音第20-28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耶稣活着的时候就是服务，在家里的时候也服务，到了社会，到了以色列当中就是服务，周流四方，行善事，医病赶鬼等等，服务。另外呢，耶稣说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赎价，这个救赎两个字，我最近看希腊文包含很深的意思，那很深的意思。那么作为牛就是这样，我想鼠年是今年，牛年是来年，我们千万不要像世界上人一样，对吧？啊，金属啊，瑞属啊，啊，发财啊，致富啊，等等，是也不是？我们一定要靠着主有属灵的一个眼光，而我们经过了今年，来到了明年呢，我们更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一口气的时候，有点气力的时候，有生命的时候，让做一个服侍人的，服务社会，服务人群，服务教会的这样一个牛，如果要牺牲能够献祭，但主今天要我们做活祭，能够献上给他，为他所用。感谢主，赞美主啊！那么我20岁写的首诗，想到后来成为我一生的基本上的一个轨迹，生命的轨迹和写照，我后来做个曲，今天没有时间我不唱啊。那么好了，最后看到今天的光景，看到今年的光景，作为基督徒，作为属灵信徒的你我，我们还应当怎么样？在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我们像老鼠那样目光胆怯，我们或者心慌意乱，或者让撒旦吞噬我们的生命吗？还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呢？我们仰望基督，效法先贤，靠着主站立的稳，穿上上帝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尤其是我们的头盔，保护我们的头啊，保住我们的信仰，保住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怎么样做刚强的人，而且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做一个牛，能够勤勤恳恳的老老实实的为主为人而生活，而献上我们的生命啊！如果到了有一天到基督复临之前有大灾难，甚至有很多危险的时候，主不一定要我们，但是我们要愿意说，主啊，我都愿。如果有一天被牵着拴住了口往祭坛走，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为着主为着人没泪可流，愿主慈恩，愿主帮助。所以在这个鼠年的时候，以及在来年的时候，我愿意从圣经里面能够分享从生肖那两个动物当中带给我们信息。而下一次呢，我就要从善恶斗争的角度，因为啊，鼠牛虎兔后面就龙蛇马羊了，龙跟蛇怎么跟羊在进行善恶的斗争，好不好？愿主赐恩，愿主帮助。